锋芒，斩不断一缕光，冷眼苦坐在孤窗，隔窗还有夜来香，酒醒最难忘，今宵一别换戎装，只为承诺过你地老天荒。兄弟在身旁，你在我心上，策马冲过黄城墙，挡不住我回头望，昨夜梦一场，梦已在你手上，将衰败坚强，胜了我威望，真心十足往前闯，兄弟相约不能到家。何方？只为承诺过你地老天荒。这个奴才我很喜欢，我想留着。大将军不会不给我这个面子吧？既然可汗喜欢，那就饶他狗命吧。谢可汗，谢大将军。可汗英明。好了，没事了，陛下。二哥，谢谢你。妹妹，你求我的事，哥一定办到。快去看看他吧。不见。苏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大将军，今日伯爵得以保全性命，多亏大将军相救。谢大将军，这次都怪你个阉人宁安，魏王让你受惊了。走吧。伯剑怎么能死里逃生呢？哼，收拾不了伯剑，我就先收拾你，你等着。来，慢点。陛下，陛下，你没受伤吧？没事。大将军，为何可汗现在是我们为眼中钉，若不是这次大将军及时赶到，陛下可就危险了。可是谁能保证下一次再下一次大将军都能及时赶到呢？二哥。魏王。大将军，叫我伯剑吧。伯剑，你该面对现实了，你
你不要日日都盼着魏国能有使臣来接你回国，更不要对你的弟弟仲豪还抱有幻想。伯坚，踏踏实实的留在草原吧。其实我妹妹苏亚，苏亚她很喜欢你。二哥，你不要多说话。伯坚，若不是苏亚来求我，我不会去救你的，更不会因为你和我的韩兄拔刀相向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源于我的妹妹，她喜欢你。如果你愿意留下来，我俄森愿意把你当成兄弟看待。只要有我俄森在，白迪，没有人能动得了你。大将军的好意我心领了，郡主的情谊，伯坚也能感受到。但这里终究不是我的家，我答应过我妻子，一定要回去跟他团聚，只能有负苏亚对我的深情厚谊。伯坚，你的家已经没有了，你的家里住着的是你弟弟，他占你的王位，夺你的王宫，他不可能让你回去的。大将军，但我必须要回去，我的妻子每天都在盼着我，我一定要回去见她。你们白狄人言而有信，我们魏国人也是一样。好了，二哥，就不要再难为伯坚了。好，伯坚，还是那句话，我俄森就这么一个妹妹，母亲去世的时候就曾经嘱咐过我，要我好好照顾她，所以谁要是惹得我妹妹不开心，我不会放过她，不管她是魏国的君王还是白狄的可汗。苏亚，我真的很羡慕你能有这么好的一个哥哥。是啊，能有这么好的一个哥哥我也很开心。我回驻地了，你们保重。谢谢大将军，有事尽管来找二哥。二哥，我送你。告辞。二哥。伯坚对他的王后一往情深，你这样对他值得吗？值得。好吧，你觉得值得就好。还是二哥对我最好。好好照顾他，但愿你的付出会有回报。我的付出是不求回报的。我的傻妹妹，你这样我心里很难受。二哥，你别多想了，这是我心甘情愿的。那就好，伯坚他的确是个好人，短短几日，部落里的族人就这么拥戴他。我想，魏国有很多朝廷重臣，必定也期盼他回去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伟大的可汗请安。你还认我是你的韩兄吗？你永远是我们白狄最伟大的可汗，苏亚最敬重的大哥。你们都是我的亲兄妹，为何要帮着别人跟我作对？正因为我们爱你，所以我们不希望你滥杀无辜。可汗，伯坚是魏国的太上王，如今流落在我们白狄，你收留他款待他是你的胸怀与气度，如果你杀了他，就会令其他部落的首领觉得你凶残和小气。孰轻孰重，可汗自知，难道是我们在跟你作对吗？算你说的有点道理。
可汗，如今魏国和白狄因为美人关一战，关系日渐恶化，边关双方都驻扎了大军，这样十分不利于两国百姓的安宁。苏雅请求再次为使出使魏国，化解矛盾。你是不是想替伯建去打通回国的门路啊？苏雅可是一心为了可汗你啊。我权且当真话听吧。好，我就命你为使臣出使魏国，就两国休战一事前去商讨。可汗英明。相国大人，林将军。郡主远来劳顿，一路辛苦了。辛苦。这是白狄可汗写给魏明王，希望罢兵休战的国书。好啊，贵国可汗能够为两国百姓着想，罢兵讲和，真是我两国百姓的福气啊。那我何时能觐见魏明王？啊。郡主啊，你远道而来，先在驿馆休息几日，待本相奏明圣上，再安排时间觐见。那有劳相国大人。好，郡主，快请。请。这个白狄使臣怎么又要见过？啊，白狄使者前来是为讲和的。又是来讲和的。既然如此，相国大人你去应付吧，姑不想见他们。陛下，白狄此番前来讲和，陛下您若是避而不见的话，唯恐不妥。好吧，派人传旨，姑要召见白狄使臣。遵旨。白狄使臣此番前来只是为了讲和而已吗？陛下，恐怕一半是为了太上王的事儿吧。姑就知道。哎呀，这个伯建怎么这么烦人呢？允儿，你确定这次白狄派来的使者还是苏雅郡主吗？娘娘，穆德就是这么说的，而且是他亲自陪着相国去迎苏雅郡主的。但愿有好消息。哦，是他，我们绕着走。太上王后。哦，紫嫣王后。怎么，见到本宫就想躲吗？啊，不是，是给紫嫣王后让路。应该是本宫给太上王后让路，其实应该紫嫣给太上王后行礼，只因肚子不太方便。太上王后不要见怪啊。王后怀有龙种，凤体不便，就不用多礼了。知道就好。哎呀，簪子怎么掉了？哦，奴婢去捡。这簪子是陛下送的，这么珍贵，本宫亲自捡。啊，娘娘。哎呀，不小心踩到了。太上王后，千万别见怪啊。娘娘。小心就是了，自己的东西要看好，千万不要再掉了。说得好，看好自己的东西。
不要觊觎不属于你的东西。没错，我们走。娘娘，娘娘，这回可把他们的威风给灭下去了。这算什么？迟早有一天，要让他跪在本宫面前求本宫。娘娘，刚才你何必为他剪簪子呢？让玉儿剪啊。我看看。我去剪簪子是为了避免冲突。没事的，韵儿。紫嫣玩弄这种伎俩，只是自贬身价。我不会跟他一般见识。娘娘说的对。韵儿，现在紫嫣怀有身孕，是大卫的希望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冒犯他。如果以后再遇到他，我们绕开走。说不定是个公主呢，到时候我看他还怎么得意。让姑把薄剑接回来。魏王，薄剑已经亲口答应，他回到魏国做一平民足矣，绝对不会觊觎王位。薄剑只想回家，还请魏王恩准允许他回来。姑并没有不让他回来啊。那请陛下派人去接薄剑。人是你们请去的，理应你们再给送回来。你们请去的人，凭什么姑派人把他接回来？魏王，薄剑是你魏国的太上王，我白迪请去了，你们魏国派人去接，这有什么不对？我们并没有答应太上王去白迪，是你们白迪掳走了太上王，如今想把他送回来，需你们亲自送还，而且你们不仅仅要派人送，还要奉上赔礼道歉的珠宝，以及你们可汗伯颜帖木儿道歉的书信。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明知道我韩兄是不会答应这样的条件的，你这么做分明就是不想救自己的王兄。他早就不是我王兄了。魏王，你们毕竟是兄弟。好了，姑不想再说了，此事容后再议。魏王，郡主请回吧。嗯，郡主，林将军，我有急事要见营中姐姐。你要我带你进宫？嗯。那这样，你先在这儿等着，我去给你弄套太监的衣帽。多谢林将军。我们已经几乎没有条件了。其实，只要魏国给我的韩兄一个台阶下，我可以说服我韩兄把薄剑送回来。可是众豪不给我韩兄半点颜面，那我韩兄又岂肯俯首言和？这样的话，薄剑归国又遥遥无期了。娘娘，我不觉得吃惊。众豪他如今利欲熏心，王位已经蒙蔽了他的心智，他是不可能答应接薄剑回来了。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跟我走，跟我去白迪和薄剑团聚，你们可以在那里幸福的生活。我去白迪？没错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颖珠姐姐，薄剑每日思念你，郁郁寡欢，我的韩兄也屡次想置他于死地。只要你能去白迪与他团聚，到时候薄剑开心，我的韩兄放心，魏明王也会就此安心，你们就有可能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可是，难道你放不下太上王后的头衔？这无情无义的魏国王宫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？不，没有薄剑，我这太上王后的头衔根本就不值一提。而且
这无情无义的深宫我早已厌倦，只是我怎么走啊？木头，你能帮帮我们吗？失踪王后，这是朱满门的死罪。木头，你听我说，要是娘娘真的去了白狄，跟太上王在一起了，那玉儿我就没有什么可以再牵挂的了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木头，你帮帮我们好不好？这，林将军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我们这步棋最关键的一枚棋子就是你，如果你同意帮忙，银主姐姐和伯剑就能在一起；如果你拒绝的话，他们就将孤独终老在白狄和深宫里，你忍心吗？林峰，如果你怕被牵连，你可以不帮忙，我们再另想办法，绝对不会为难你的。不，林峰岂是贪生怕死之人，只是我这么做的话未免对不起陛下。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陛下他早就变了，他已经不是以前的陛下了。林将军，成败只在你一念之间。哎，好吧，其实陛下他如此对太上王，我早就对他灰心了，他已经不再是我从前认识的侯爷了。经过上次紫嫣拷打韵儿的事情后，我对陛下和王后更是失望。好吧，我会帮你们。事成之后，我就带着韵儿浪迹天涯。你愿意跟着我，吃苦受累，风餐露宿吗？木头，只要我们两个人能在一起，不管什么苦，我都能吃。郡主，你有什么计划吗？来，我是这样想的，我们可以先忙。林将军，我们七日后行动，一切拜托了。郡主请放心。郡主，阿吉，我这里有封亲笔密信，你立马送往大将军驻地。是。记住，这封信事关重大，除了大将军外，千万别让任何人看到。郡主请放心，阿吉会用生命去保护他。告辞。郡主保重。撤撤撤撤。阿吉，郡主，郡主的密信。阿吉，快扶阿吉下去休息。是。速点人马，随我去可汗驻地。是。伯剑，大将军，我送你去与你的夫人团聚，如何？大将军，你是在开玩笑吧？我妹妹苏亚出使魏国，可是魏明王还是不能容你，苏亚就想出了个办法，将你的王后接出了宫，现在就在来白狄的路上。如果你愿意，我现在就带你到边关，让你们夫妻团聚，以后你们就在我的驻地永久生活。太好了，如果真的能够与他团聚，将军的大恩大德莫齿难忘。起来吧，长汉，马上和伯剑换装。是。前贤，你明天放出风去，就说伯剑病了不能见人，待到他们夫妻团聚之后再公布真相，到时候木已成舟，可汗也不会说什么。好，太傅，
陛下，你安心去与娘娘团聚，这里的一切由臣照料。好吧，快换衣服。嗯。撤，撤！给大将军请安。啊。我回来取些日常用的东西，这就回驻地。啊，别声张，不可让可汗知道。是。走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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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珠姐姐啊，郡主，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嗯，郡主，伯剑他怎么样了？我二哥俄森已经将伯剑接出来了，就安排在他的驻地。我们三日后在美人关下会合。好啊。木头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都安排好了，侍卫已经被我支走了，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出宫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立即动身。好。谁？娘娘，她是谁？她是紫嫣王后的贴身侍女黄英。怎么办？她听到了我们所有的谈话。不能留活口！哎，不要！好歹也是条性命，不要杀她。那我们赶快走吧，现在我们的计划都被他知道了，我担心我们会有危险啊。不行，我还要去跟母后辞行呢。颖珠姐姐，不要再耽误时间了，我就这样走了，母后一定会担心的。好，你赶紧去，我们在王宫后门等你，快去快回。嗯嗯，好。母后，臣妾这一走，以后这后宫中就只剩下母后您自己了，您一定要多保重。只要你能和伯剑重新团聚，母后也就安心了。母后，可是臣妾担心紫嫣的。紫嫣纵然霸道，可哀家毕竟还是太后，她再怎么样也奈何不了哀家。哀家老了，只盼着你与伯剑能够平安。你去了那边，替哀家好好照顾她。哀家就算死也瞑目了。母后。
娘娘，我们快走吧。明珠啊，这是哀家仅有的私房钱，你拿着。母后，走吧，快走吧，母后。臣妾和伯坚会日日祈祷母后长命百岁。走啊，娘娘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走啊，母后。娘娘，走吧。母后，走啊。母后，快走吧，娘娘，不能再拖延了。总算回来了，我怕换房的禁卫军一到对我们就不利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娘娘。郡主，我的人马已经在城外接应，我们赶紧出城吧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走。走吧。站住！鱼，什么人？是我，林峰。哦，是林将军。我有密旨在身，要出城办事，赶紧放行。诺，开门。走。姐姐，你和韵儿赶紧换上白迪的衣服，这样一路方便。好，好。林将军，你也换上吧。好。郡主，郡主，郡主，郡主。事不宜迟，赶赴美人关。嗯，走。韵儿，走。去。大事不好了！慌慌张张、大惊小怪的，吓本宫一跳。你们都先退下吧。诺。快说吧。白狄的郡主苏亚勾结御前侍卫总管凌风，将太上王后偷偷接出宫了。他们要去白狄与太上王会合。你说什么？韩云珠私逃出宫，要去白狄与太上王会合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奴婢傍晚的时候经过御花园，正巧看到凌风带着一个太监去麒麟宫，奴婢就觉得是有蹊跷，就尾随而去，却发现是白狄郡主与他们在密谋。此话当真？奴婢正准备回来禀报娘娘，谁料被他们发现了。那个白狄的郡主竟然要杀了奴婢，幸亏韩颖珠一念之人阻止了他，要不然的话，从今以后奴婢就再也见不到娘娘了。韩颖珠疯了，他竟然敢私逃出宫。娘娘，我们赶紧去禀报陛下，
让陛下派兵将韩英珠他们抓回来正法。此事万万不要让陛下知道。娘娘，您这是……韩英珠要走就让她走，她走了这后宫就清静了，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和本宫作对了。况且她这一走，她和伯剑就再也别想回来了，那么陛下就可以稳坐江山，本宫也可以高枕无忧了，何必要把她追回来呢？可是，好了，没有可是，你忠心耿耿，受了委屈，本宫自会好好奖赏你的。可这样也太便宜他们了。他喜欢在茫茫草原过那种风吹日晒的日子，就让他去过吧。以后，这后宫就是本宫的天下了。他走得好。提统，陛下，太上王后私逃出宫，正前往白蝶与太上王会合。你说什么？白蝶的苏亚郡主和林峰、里应外合，正接太上王后出城，前往白蝶与太上王会合呀！岂有此理！林峰他竟敢背叛我！传旨，凌斩御书房见驾。遵旨。林峰身为御前大将军，居然勾结白狄，吃里扒外，揭露太上王后，你怎么说？陛下，此事确是犬子林峰所为吗？传南城门守城官对质。宣南城门守城官觐见。叩见陛下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说说，傍晚时分发生了什么？让相国听听。今日是微臣当值，傍晚时分，御林军总管林峰带领三骑来到城门下，出示了御用腰牌，说陛下有密旨派他出城。因为林将军是御林军总管，臣不敢阻拦，就打开了城门。退下吧。诺。嗯。你可知道，那三个女扮男装的究竟是什么人？就是白狄郡主苏亚、太上王后韩英珠和她的侍女韵儿。凌斩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陛下，这些事老臣实不知情。陛下，如果逆子凌风触犯我大魏律例，老臣绝不徇私。请陛下给老臣一支人马，老臣并追回逆子林峰，来向陛下谢罪。陛下，自古糊涂不识字，万一相国心软的话，让他去追，万一……国要亲自去追。传旨，禁卫军火速集结，追回私逃出宫的太上王后。相国随行。遵旨。还有。飞鸽传书，在边城巡视的守义大将军，令他派兵拦截。遵旨。明珠姐姐，
前面就是美人关，越过分界线，我们就到了白迪的领地。到时候魏王爷拿你没有办法了，你就可以跟伯剑在一起了。是啊，我终于可以见到伯剑了。恰，咦，郡主，大将军可曾护送伯剑来到美人关？啊，大将军已经护送伯剑到了边境。最近魏军在边境驻有大军，所以叫末将来迎接郡主到前面的野狼峪会合。好，前面带路。是，走。银珠姐姐，你马上就可以见到伯剑了。大将军，他们怎么还不来啊？你先别着急，这附近时常有魏军巡逻，他们得绕开巡逻才能顺利到达这里。这里就是美人郊外。对啊，想当初也就是在这里，我30万大军被你5万兵力击溃了。其实当时我们也很担心，魏国的兵力是我们的6倍，我们根本没有取胜的把握。可一经交战，我们发现你们根本没有战斗力，一击即溃。于是我们士气大盛，一举打败了你们的主力。我误信王景忠，指挥失误，30万大军全军覆没，我也被俘。如今我又要在此地与艾希会面，这一切的巧合难道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吗？也许吧。希望银珠能快点到来。就那么一眼，舍不下。